现在患上神经衰弱、失眠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很多的人失眠就是由神经衰弱导致的，但是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在治疗失眠的道路上走了好多的弯路，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三个合适的方子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知名大枣汤组成：知名多糖10克，大枣5颗，制法：大枣煎水去渣，待温度40度左右，加入知名多糖冲服，睡前饮用即可。用法：每日2次，早晚睡前服用。助治神经衰弱、长期失眠，调节神经内分泌紊乱，增强身体免疫力。桂圆酒组成：桂圆肉250克，白酒60度400毫升，制法：桂圆肉切碎，装仁瓷瓶中，依旧浸泡15-20天。用法：每日2次，每次服10-20毫升。主治：补心脾，治神衰，用治神经衰弱之失眠、健忘、心悸等。虾壳枣仁汤组成：虾壳25克，酸枣仁15克，远志15克。制法：红煎汤。用法：日服一剂。主治：安神镇静，用治神经衰弱。百合猪肉汤组成：百合50克，瘦猪肉200克，盐适量。制法：瘦猪肉切成小块，与百合加盐共煮烂熟，炖服。用法：吃肉喝汤。主治：清热润肺，养血安神。